Hello 呢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月，欢迎回来小月的。今天不是缺氧，今天是 Don't Stop Together。那今天呢，想要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在 Twitch 上面玩了1400多天的营地了。那我会慢慢的分享一些我营地里面的建筑物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鱼人模组这样子。那这个模组是我在直播时候盖的啦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在 Twitch 上面追踪我。那基本上我后面也会继续开台来玩这张地图这样子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套鱼人的模组吧。那这套模组是用来刷这个生鱼肉跟蛙腿的。我们会用到沃特去盖的这些建筑物。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里要怎么盖。我们先来演示一次给大家看。那这边我们需要带上这个聪明的伪装哦，也是用沃特来盖的。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冒充鱼人，然后帮这个鱼人喂食。因为你喂一些新鲜一点的食物，应该会比较容易哦，比较快。那喂饱它，它就会变成鱼人王了。OK，那鱼人王出来之后，旁边的这些堡垒啊，它就会刷出这个堡垒鱼人。哦，其实正常也会有堡垒鱼人，可是他们会躲在家里面不出来，直到有鱼人王为止。现在鱼人王出来了，他们也会出来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利用到铝工匠的投石机进行这个攻击。来，我们这边，这里会把这对门给关上哦，因为鱼人王出来之后，这边会重置为一间新的鱼人工房。哦，这个手工鱼人房会杀出一只普通的鱼人，这是世界上面找到的那种鱼人。那他看到这边有空位的话，他会主动坐上去。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有一只坐上来了嘛？那我们让这边再刷出一只，当这一只死掉之后，就会马上接它的位置了。那这边这一只喂出来之后，我们也不会再喂它吃任何食物，就让它饿死。那它可以活个3天这样子，3天内。这边的堡垒鱼人都会每半天刷新一次哦，你是把它杀掉之后，半天它就会重生了，所以这个刷的肉量是非常可观的。来，我们就来刷一次看看。那这边也就随便拿个一个远程的法杖，然后身上带一颗宝石，那你就直接攻击这个鱼人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速度够快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。然后，这边就会刷一堆的蛙腿啊、鱼肉这样子了。OK，那这边就是刷了一批这样子哦。之后就是等它半天左右，它就会再生。再生之后做法也是一样，就继续打这鱼人王就可以了。那鱼人王在低于半血的时候，它还会召唤那个，诶，不是低于半血。好像是低于四分之三左右，他会再召唤一批鱼人，那这批鱼人就要让他们一样出来这边杀掉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会有盖一对门的，哦，这对门就是为了让里面的鱼人也可以出来。那你不用像我刚刚这样子用引道去打他，因为他会饥饿，饥饿之后他的血量会慢慢扣到剩四分之三的时候，你法杖 A 下去，效果也是一样的啦。哦，效果也是一样的，可能用火不是很好哦。用冰的就好了，不要玩火。OK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来讲一下这边要怎么盖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一只沃特。那沃特它是一只付费角色，那你可以用线去编辑啦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用购买的方式。反正一定要有沃特。那铝工匠就是后面用来做投石机，用来攻击这个鱼人的。基本上你也要玩到一定程度，可以换角色的时候，你才能一个人把这套模组做出来。不然的话，你可能要找朋友来帮你啊，要同时要有沃特跟铝工匠，你才可以把这套模组做出来。那我们首先就先选用沃特。
那在沃特的这个建筑物里面，它会有三个这个哦，它专属的建筑物都只有它能盖哦。那这三个分别就是鱼人堡垒，就是我刚刚刷鱼人的那个，然后就是手工鱼人房，还有就是鱼人王的这个地毯。那鱼人王这个地毯它还蛮麻烦的，它需要收集一些物资。那不过这三个建筑物啊，它都是需要盖在这个沼泽的地皮上面，所以你一开始也要先去找到沼泽的地皮，然后收集起来，然后再选你想要盖的位置哦。那找到沼泽地皮之后呢，你就开始去规划一下你想要盖多大。像我的话就是一格一间鱼人屋啦，所以我那时候是18间的话，是总共挖了18个地皮。那这部分就只包括堡垒的部分哦，鱼人王的还要再另外设计。所以再加上鱼人王的话，鱼人王大概会需要用到4个，然后再一个手工鱼人房，所以这边总共是需要24格的沼泽地皮。那当然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到24，因为你只要建筑物盖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把那个地皮给换掉，所以理论上你只要有一个沼泽地皮，你还是可以把整套模组给盖出来的。那首先我们要先盖这个堡垒。堡垒的话，它的建材其实还蛮贵的啦，它需要用到这触手皮跟两个长矛。那触手皮前期也不好获得，所以真的要玩到蛮后面你才能盖这个东西吧。那这边我会取这个地皮的中心点这样子，那我也不建议你盖得太密集啊，像我这种一格一间的话，其实它有时候也会被这个房子挡到，那盖太密集的话，鱼人反而不好出来，它会卡在屋子之间，这样子会影响你这个刷鱼人的效率这样子哦，所以这个一格一间就好了，不要贪心。OK， 那这边18间的鱼人堡垒已经盖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鱼人王的部分了。那这边要隔开多远就随意你吧。那这边我就想，因为我存档里面自己盖的那个其实也没有盖得很好看了，所以就趁这一次想把它改好看一点。那我们的鱼人王呢，可以选择盖在这个地皮的正中央这一格，然后往上两格，往上两格。哦。正中央是这个嘛，所以然后去两个地皮的正中央的中间，之后再往上两格盖下去。 OK， 之后呢上面这边我们会盖一个手工鱼人房，那这个鱼人房呢盖在这个两个地皮的中间、啊、刚好跟这边有对到。之后你再来这边，你要把这个地毯给盖完，它需要用到一些海草、猪皮跟这个流毛，那你可能要出海收集啊，猪皮打一打，流毛刮一刮就好了。那等你资源收齐之后，你就可以放上去啦，那多放也没差，它会还你的，所以它会变成这个皇家地毯的。那变成皇家地毯之后，手工鱼人房的鱼人就会自动过来坐上去了，所以你就是喂它吃食物，它就会变成鱼人王。那这边不建议你先喂哦，因为你喂的话这边的鱼人会马上出来哦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封起来再喂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到时候你可能要先让这边的鱼人互打哦，这样子蛮麻烦的啦，所以我建议就是先喂好再喂这个鱼人王。那喂的话就看你喜欢用什么墙吧。那首先就是鱼人往这里我们会留个就贴着这个格子，那你就留一个出入口就可以了。那看来这个位置还可以再隔开个一格啦。 OK， 我稍微把这边移开了一格了就是把它搬到这边。那这边因为在原屋的话，没有家的人是会主动攻击玩家的，所以你就把它打一打就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拆的话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空了一格，这样子会比较舒服一点啦。我刚刚好像是盖这一格，后来发现其实是这一格才对。就是你看这个地毯啦，
看这个地毯，我们留的是这边两个当门口，然后这里留的是这边两个当门口。看一下哦，这个 ，OK， 然后这边就是这里，就这边也会留一个门口，门口是留在这里，这里 ，OK， 就把它围起来。那上面这个鱼人屋，看你要把它包到这边还是怎样，就随意你了。那我就包这个就好了。反正这边一定要把它包住，这样子让它在里面等继承那个鱼人王就可以了。这是门口，这边盖起来，这边盖起来，盖起来，还有这边。OK， 然后沿着这边一路盖过去。那看你要留哪里当那个鱼人的出口，你可以留一留，比如说留在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是沿着这边盖过去。哦，这个可能要往外一层啊，往外一层会比较好一点，这样子这边不会卡到这个鱼人。这边有可能会卡到，太贴近了。我们盖这边吧。这边大概离鱼人屋会有两格长的位置啊。不过背后这部分其实就算卡住，也不太有机会卡住，因为他们往前面走的话，只要前面这边有留下两格空间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边一定要留下两格。然后这边。如果你要盖对称的话，可能这边也要留两格，然后这也是，你要整个都是对称的话，然后中间的鱼人屋中间的这个部分，看你要不要加这个雪球机。那如果你是怕夏天会致蓝的话，那可能你要加个雪球机，就盖在这个位置，它是刚好在两间鱼人屋。然后对外的这个点，然后它是可以把这边所有的鱼人屋包起来，全部都包得到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也包得到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墙盖过来。那因为这个，雪球机啊，它这种建筑虽然说是可以挡到玩家的移动，可是那个。鱼人呐、如果你不在这个视线范围内的话，它是有可能会穿出来的，所以我会在这个雪球机的前面加上一个木门，这样子它就穿不出来了。你要用这雪球机的时候打开木门，然后开关，不然如果你离开这边太久，鱼人有可能会从这边穿了出来哦，所以这个门一定要加。OK， 那再来就是这边我们要把圆卡出来的部分了。那这边也是要盖门。那因为我们外面是放这个雕塑的，如果你这边不盖门，平常圆有跑出来这边的习惯，可能要看到食物要追那个食物的话，也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可能会穿过雕塑跑了出去。所以这边平常不用的话，要把它关起来，等你要用的时候才打开，这样子圆就会永远关在里面了。之后就是这边雕塑你就看你要怎么搬。那雕塑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科学这边盖个陶艺转盘，盖出来之后，你在上面放个大理石啊、岩石之类有的没的，你就会盖出一些雕塑了。那最基础也会有这两个的啦，你盖出来，然后就是慢慢搬过去。那这里要注意就是，这个雕塑一定要围外面一点这样子。好让他们集中在这个地方，投石机不会打到这里的石墙。那除了用雕塑以外啦，因为雕塑其实还蛮麻烦的，如果你的建材比较多，够多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用那个茶几，茶几也可以把他们卡在里面出不来。那我们这边就用茶几盖盖看。那如果你要用茶几的话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这个茶几要盖得比较密集一点就是一定要贴到最低，因为可能你有用茶几卡的话，你可以发现这样子已经可以
卡住那个鱼人了，或者是 卡住一些生物了。可是因为我们这边鱼人数量是蛮大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集中。那茶几这种，如果你隔开一格的话，虽然是可以卡到一两只，可是多的话他们会挤出来，所以这边一定要贴着盖哦。然后就看你要盖多大这个区域。我们这边拿的1、2、3、4，第四格嘛，所以这边也是第四格。那这个就是个人强迫症的啦，就做一个对称之类的啦。啊，这边这一路盖出去，那至少我会盖到这个雪球机以外的这一格。OK。那中间这边有点尴尬，就是因为它没办法，左右都盖，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也要补两个雕塑了。如果用茶几，或者是就是从一开始这里就往外推一格，往外推一格，我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盖的位置是这一格，要盖到这个位置，那就才可以中间刚好盖到两个。所以我们这边改一改吧。其实也不用，我们也可以说直接中间这里这个为中心点盖一个。OK， 这边再往左右两边延伸出去也是可以的啦，不过都是最外面这个就无法对称了。那如果你要对称的话，可能应该要从这边开始盖哦。然后这边呢、如果你的茶几是跟我一样是有这个 skin 的话、你也可以把它烧掉啊。注意就是一定要有 skin 哦，那是有两个 skin 都可以烧掉的。要是普通这个的话呢，你把它烧掉它会变成木炭，所以你一定要有 skin， 然后你去把它烧掉的话，它会变成一个圆盘。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就只有一个底座的圆盘，就这样子。那它也是可以挡到这个鱼人的啦。 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换女工匠的部分的啦。不过在换之前呢，我建议你先盖出几个这个聪明的伪装，那这样子其他角色也可以过来喂鱼王这样子，不然的话就只有鱼人能喂哦，就是我们这只霍特能喂，那其他人只要戴上这聪明伪装也是可以去喂鱼王这样子的。OK， 那女工匠进来之后，注意就不要太靠近那个鱼人房，太靠近鱼人房的话，他会过来揍你这样子。那平常他是不会揍你的啦，只是说你现在去喂他，他也不会理你啦。你一定要带这个聪明的伪装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喂，我们先把这个投石机给盖出来。投石机的话，你就看一下哦，千万不要。太贴近这个石墙，不然打到这里的鱼人，这个石墙也会被打到。我们就尽量离开一点。OK， 那大概我们就先盖出一个，先盖出一个这个位置。OK， 那之后你就可以对那个电池的电池盖在这边。那最上面的这一层应该是可以并排盖出三个的。这里你最后盖完其实有点像是九宫格啦。OK， 然后这边到时候放上宝石就可以启动这边投石机了。那接下来是养鱼王的部分了，我们先戴上这个聪明的伪装，然后你就随便塞它吃一些常见的蔬菜啊，那比如说石头果啊、胡萝卜这些，基本上六根六颗它就可以变成鱼王了。四个就可以了。变成鱼王之后，这边的堡垒鱼人他们就会出来了。那变成鱼王之后哦，堡垒鱼人他们就不会有攻击玩家的情况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安心的靠近哦，他不会再攻击你，包括这个手工鱼人房也是。有鱼王的状态靠近他们是不会被攻击的。那倒过来，如果没有鱼人，你靠近他们房间，
这些的猿会过来攻击你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那这边我们就会安心进来，打开这对门 ，OK， 然后关上这对门，那就是重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做法了，用上一个法杖打一下猿王，他们就会全部过来，然后在投石机上面放上宝石。那有可能会有一两只他们不会过来，你就再攻击一次，随便攻击一只猿就可以了。那到最后的话，可能剩一两个嘛，也就 A 他一下，那就全部打了。OK， 那这边杀完这鱼人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每天可刷两趟的啦。那每天刷两趟，不过宝石会耗的比较厉害，因为基本上一颗宝石只能撑一趟这样子啦。那如果你要每天都刷的话，就是每天用两颗宝石。之后你这些鱼肉你就看你拿去干嘛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想要刷种子的话，也可以拿去给鱼王，也要带上这个聪明伪装。那他会给你一些遗物啊、种子啊、腐烂物、海草。基本上刷一趟18只鱼，你大概也可以拿到半组的种子。那这鱼如果你不要换种子，你也可以拿去做那个海陆大餐啊，或者是用厨师去煮那个防潮湿的料理哦，那也是不错用的了。哦，防潮湿料理就是两个淡水鱼加两个蛙腿，哦，这边都有产生得到。那基本上这个产量是非常可观的。然后之后就是等这只鱼王死掉之前，这边就会再刷出一只新的鱼人的啦。这新的鱼人就会马上代替他。然后你就可以重复这个动作，一直刷一直刷了。那这个模组呢，就算是冬天它也是可以刷的啊。冬天的鱼人它是会重生，可是它不会出来啊。在冬天里面它们不出来的话，你就用火法杖，或是用火法杖会比较安全一点啦。那可能一个火一个冰，然后去点燃它的房子，然后再灭掉哦。这边烧起来了那这边就看你要不要补一个那个雪球机啊。像我现在是因为没有捡到东西啦，没有捡到东西他们才会烧起来啦。那正常有捡到东西是不会这样子的啦。那这对门呢，就是在你换东西的时候，我建议你把它先关上，因为这个鱼人他重生速度还蛮快的，可能你换到一半他们重生了，他是会吃你那个海草之类的，所以你关上之后再换，换完之后才打开。哦，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再次攻击猿王了，然后就会进行下一轮的刷。那雪球机这边因为盖这个位置会有时候会卡到这个鱼人啦，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说把它盖到背面哦，盖到背面这边啊，这边就不会说卡到鱼人。那不过我盖前面是因为可以方便一点啦，哦，或者是你不盖也没关系哦，因为这雪球机就求一个安心而已了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鱼人模组的分享啦。哦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吧。那这一次教学就先来到这边结束吧。我是小月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